Jeans 2022年发行首张迷你专辑 New Jeans 正式出道，人气迅速攀升，歌曲也大获粉丝喜爱。近期 BTS 成员救国凌晨开启直播，也应要求献唱 High Boy 和 Ditto， 美声大放送，超惊喜。台湾歌手林依也被Ditto洗脑，释出自弹自唱的版本，温柔嗓音别有一番风味。